Hello， 入流的，吃一个，这是什么啊？松子还是什么？上次评论区有人告诉我，忘记了。先吃个果冻。上一个视频怎么也不拍，这个我们试试看啊。我妈呀，里面是冰，能听到吗？冰碴子，因为里面是夹心，我勺子都不要了。好好吃啊！回家半个月，回家一个月没吃到了。夹心已经给我冻起来了，我把一口吃下去。是不是？嘴巴爆蛋。